谢花飞，人生有几个春秋，缘起缘灭不留情，爱过才知情浓。海誓山盟最难舍你的笑容，情为何物不能懂，唯爱你在梦中。花叶长空无影踪，怎么能挽留往事随风，终究发现一切在心中。容易风也轻雨也轻，我甘心领悟寂寞。有你看冰霜如风景，听沧桑思念诗歌。生如梦，你错过只是为我。我把他当兄弟20几年，他也没有理由要背叛我呀，可他真的就那么做了。他口口声声说喜欢文月，可他也照样收下了玉华的金钗，不是吗？我并不想随意污蔑他，但爹不在家，如果他们母子存心不良的话，我们总不能没有任何一丝丝的防范吧。你是总管，你跟我爹跟了有20-30年了，陈家好不容易创下了这番基业，而我呢，是陈家唯一的血亲儿子，所以我和你都有责任看好这个家呀。是，老爷临走的时候也特别交代过，要多辛苦一点，多担待一点。那就是了，所以我们是责无旁贷。对，是是是是是。这一间房就是你的了，你以后就在这里了。少爷，这一回可跟以往不同了，这回是你亲自接我回来的。你可得言而有信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的，想赶我走就赶我走。我这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要想在你们陈家当正牌的少奶奶是难了，可是你也不能把我当丫鬟看，你对我得多一分尊重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嗯，给了你两片袖子，你就当它是翅膀要往上飞了。反正你也知道，这个家就我对你最好，而且因为有了我，人家赵大小姐才会把你当回事儿。做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派人让我送布料来，我送来了，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？你少跟我装蒜，我说什么你心里最清楚。你是说君山被抢的事？除了这件事还有什么？林怀远对君山你也下得了手？你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？我怎么会去抢他呢？我都说了，我还帮着追歹徒呢。啊，
是你狡猾的地方。你故意出现在出事现场，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其实你早就和歹徒串通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啊。为什么我说的这些话你都不肯相信呢？我当然不相信。福伯说的没错，这里头一定有内贼。我思来想去，除了你还有什么人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来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我的头上。我林怀元再坏，我也会顾虑君山的前途。要抢我就抢别人，我不会去抢他。好，如果你还继续怀疑我，就请你找到我涉案的证据再来骂我，否则就不要在这诬陷我。哼。不用担心，就是划了一道口子，看过大夫没大碍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是我自己太过大意了。我爹说本来是天行少爷主动要去收账的，是姨娘坚持要你去的。这就是最糟糕的，现在大哥对我是一脸怀疑。我真对不起我娘。君山，你放心，等抓到歹徒之后，我爹还有少爷就会相信你的。说福伯他们相信我，他说什么？哎呀，我爹说整件事情都有问题，他还说少爷有点怀疑你跟你娘搞鬼，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他吵了半天了。哎呀，文玉，我真的没和我娘搞鬼啊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了，只是少爷已经对你很不谅解，又出了这事儿，我担心你们。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我很坦荡。倒是你，别为了我这点小事，跟你爹闹得不愉快。嗯，我知道的。可是我很生我爹的气，他也真是的，他又不是不知道你的为人，他怎么能随便诬赖姨娘和你呢？不过他已经答应我了，不再对你胡乱猜疑了。没什么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快去筹装吧。路上小心一点。啊，那我先走。你绊我干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跟踪君山干什么呀？我没有啊。你还没有？我明明看见你鬼鬼祟祟跟着他。说，谁让你跟他的？是。说。是福管家的意思。我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答应我你要相信君山的，你又派人去跟踪他，你怎么说话不讲信用呢？我又没有恶意。你还说没有恶意，你根本就认为君山是个坏人，是个小偷。哎，我也是想把事情搞清楚。哎呀，爹，君山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他被抢劫又受了伤，也报了案，你还要他怎么样吗？行、哎，我是怕他被人利用，所以才让忠信跟在后面，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跟他接触。如果没有，那就证明他是清白的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哎呀，不好，平白无故被人侮辱跟踪，如果被他知道了，他以后怎么在陈家待下去嘛？你就知道替他想，你怎么不替我想一想啊？老爷现在不在家，我的责任就更重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那你也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吧？人是会变的，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。秋喜他以前是好人，可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陈家有这么大的一份产业，那谁知道他们的心眼会不会也变了呢？爹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有什么证据，还是发现了他们有什么不对劲啊？
还没有拿到什么证据。哎，好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。哎。我真羡慕你有一个好母亲，天雄少爷他可就没这么好的福气喽。你说话不用拐着弯，是大哥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狐假虎威？大哥，你在这儿吗？不要叫了，少爷不在这儿，是我替他抱不平。你哪一点比他强了？要不是你娘给你撑腰，你凭什么骑到他头上？就连少爷主动要去收账，你们母子都不给他机会，还怀疑他会侵吞公款。还好老天有眼，让你半路被人打劫，这叫报应。你看老爷回来，你们母子怎么向他交代？是我自己太过大意，等老爷回来要赔要罚我任凭他处置就是了，但是现在用不着你替我担心。慢着，我被抢劫的事你是姑爷，你家小姐只吃这些素菜，这样营养怎么够？你们家厨房多准备一些啊。小姐说，这样就够了。哦，对了，她最近还好吗？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你怎么自己不去问她呢？你们毕竟是夫妻，又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，总不能一辈子都不理不睬吧。所有的是非都是他惹出来的，他不能怪我无情。姑爷，您说话可要凭良心啊，发生那么多事情，您能说您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姑爷，其实小姐一直在等着您，她常说您刀子嘴豆腐心，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的话，你们……他真这样说？是啊，姑爷，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，我可以替你们牵线，您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对了，菜都快凉了，快送去给他吃吧。嗯。回来你就背着我搞这种事情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不开心了找我吐苦水，开心了就把我忘在一边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一定不让你们复合，你们一和好我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吃饭了，你再给老爷和夫人。
写信啊？是啊，爹和娘搬回关田老家都大半年了，我只给他们寄过一封信。唉，拿起笔都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报告近况。夫人老爷，要是知道你在这里过的是这种日子，不知道该有多伤心呢。小姐，我刚才看见枯叶了。小姐，我知道他伤透了你的心，可我看得出来他还是非常关心小姐的。他看你吃这些素菜，还担心你营养不够，还叫我别再说了。小姐，你以前对姑爷不是这种态度啊。以前我对他有期待，我以为他知道我跟君山是清白的之后就会改变他的心态，没想到是我错了，他根本就是个不成熟的人。他为了怨恨君山口出恶言，还不惜践踏别人的尊严。春儿，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，我不想他再来打扰我。那不是便宜了如云那个丫头吗？我们就不要再跟如云计较了。她只是想嫁进陈家，想找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。其实她自己在做什么自己都不知道。说到底，如云也是一个可怜的人，天雄不是真心喜欢她。我不需要你可怜，相反的，这回可是天雄少爷特地去乡下把我接回来的。他说了，他离不开我。你来干嘛？这里不欢迎你，你出去！哎，你凶什么？你家小姐都没说话呢，你一个丫头，胆子倒是不小。没事，你是不会来的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啊，没什么。只是听说君山少爷收账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歹徒，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没有啊？我们倒没听说，不过别人没来说，你怎么这么热心呀？算我多嘴吧，但是君山少爷收来的钱好像都被人抢走了，人也受了伤，你一个做大嫂的，你不去关心一下吗？好了好了，算我多嘴吧。这个女人不知在搞什么鬼，我就不信啊她有这么好心。小姐，我去打听一下。嗯，哎哎，春儿，月华是不是来找过你？你怎么会这么问？有人看到他半夜偷偷来看你。谁说的？谁在这没有的事胡乱说？你把他叫来跟我当面对质。反正有人看见就是了，他说过让我不要把他名字说出来。你这个女人。大哥，这件事可关系到我跟大嫂的清白啊，你怎么能听如云随便说说你就相信他呢？大哥，大嫂不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，她自从到了陈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，她自己心里最清楚，如果和我见面会惹出什么麻烦。你觉得她会那么笨吗？照常理说她是不会来看你，可是听说你手受伤了，她偷偷跑来看你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你这个女人怎么心肠那么狠毒啊？你为什么要在这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呢？你不要推得一干二净。春儿向何香打听你受伤的事情，何香全都跟我说过了。那这又能证明什么？证明玉华的心里面还有你。大哥，我一向都很尊敬大嫂，我相信大嫂也只是把我当小叔子来看待。哎，
这是什么？少爷，男人的房间里怎么会有耳环呢？这会是谁的呢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你真的不知道吗？那不是文月的就是玉华的了，你应该认得出来啊。这是玉华的？你还骗我说玉华没有来过？你怎么解释？大哥，大嫂根本就没有来过，她怎么可能把耳环掉在这儿呢？你一定是弄错了。哎，少爷，有没有弄错去问问少奶奶不就都清楚了吗？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你冷静一点。放手。怎么，心虚了？我没有必要心虚啊。没心虚就别碰我。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到底要做什么，等你们两个闹够了，请你们离开。少奶奶别急呀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你可不能走啊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，怎么说得出口呢？我看还是我来替他说吧。君山少爷和少奶奶在夜里私会，少奶奶的耳环掉了一只在他房里。你说这天雄少爷他会发什么疯呢？
里呢？人来了就好了，带了这么多的礼物，我怎么承受得起啊？福伯，我跟老爷从来都没有把你当过下人呢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我今天带纯美来，就是为了谈君山和文月的婚事，该有的礼数当然一样都不能少。是啊是啊，福伯，这些礼物你收下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，你们高兴啊，我更高兴。你说我们三家呀，绕过来绕过去，都是亲家了，我们又都住得这么近，那可都是一家人了，你说这多好啊啊！能不能成为亲家，就等福伯一句话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哎，这街头巷尾谁不知道君山和文月是最合适、最要好的一对呢？哼，我只不过捡个现成的媒人，这红包我赚的，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爹，喝茶。姨娘，喝茶。春梅姐，请喝茶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你看这文月啊，是越长越漂亮了。难怪秋夕急着为君山说媒呢。那当然，这么好的姑娘人人都要抢，君山动作不快点儿，那怎么行呢？姨娘，你也嘲笑我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君山要是能娶到你，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呀。哎呀，文月，恭喜你，君山现在是陈家的少爷，你嫁过去啊，那可就是陈家的少奶奶了。只怕我家文月没有这个福气啊。哎，福伯，你这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对不起。这些礼物请你们带回去吧。哎，福伯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你为什么不同意呢？爹，这没你的事儿，你进去。这关系到我和君山的幸福，怎么能不关我的事呢？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闭嘴！有女孩子像你这样急着要嫁人的吗？不觉得害臊？进去。不是青条公，那文月和君山可是青梅竹马呀，你一开始不是也赞成他们交往吗？这会儿怎么又反对了呢？爹，进去。福伯，有什么事可以商量，不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啊。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君山不够好，怕文月嫁过来会吃苦？你放心，我这么喜欢文月，我和君山不会亏待他的。提起君山这个孩子呀，我可不是为了收红包才替他说好话的。这孩子呀，憨厚老实，热心认真，孝顺又有礼貌，你说这么好的女婿你上哪儿去找啊？福伯，这关系到你女儿一生的幸福啊，你为什么就不同意呢？我就是为了文月一生的幸福，所以才不能答应。你们先回去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切等老爷回来再说吧。对不起，请把这些礼物带回去吧。福伯，有什么误会我们可以说清楚，千万别耽误他们年轻人的幸福啊。是啊是啊。夫人，请慢走。福伯，你看，这人上年纪脑筋就出问题了，走走啊。真是的，煮熟的鸭子也能长翅膀飞了，真是奇了怪了。让文月嫁过去，如果将来正是他们母子，是要谋夺陈家的财产，这下我和文月还怎么做人呢？听说你把姨娘提亲的礼物给退了。少爷，您这是听谁说的？纯美啊，她没有赚到红包还不打成嚷嚷。福伯，君山和文月一直要好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我是想等老爷回来再说。
这是给你的。哎，谁叫你给我的？喂，少爷。他被抢的包就在他的房间里，如果能找出来，就能证明他被抢劫是他自己在搞鬼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有人写纸条通知了少爷，你看。哼，这纸条谁写的？不知道，一个小孩子交给我之后就跑掉了。你连谁写的都不知道，怎么能随便相信呢？我也不相信，有人来告密，我总得进来翻翻看。爹，爹，爹，你快出来呀！床底下那么脏，爹，你快出来呀！君山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，爹。哎呀，少爷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找到了。少爷，就是这个包。真是他干的。不可能的，也许只是同一款式的包。打开。少爷，这是筹装的账册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君山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更何况他现在是陈家少爷了，不愁吃穿，他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不可能是他做的。文月，我跟你一样也很伤心，我也不愿意相信。为什么会有人给你纸条？他怎么知道包就在君山的房间里呢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到底是有人看不过去，暗中相助，打抱不平，还是有人故意栽赃？少爷，既然有新的线索了，那我就去报案。等等，少爷，福伯。到底是谁所为，我们还不清楚。如果警察查出来歹徒另有其人，当然可以还君山清白。但是如果警察查出来真是姨娘和君山两人，
姨娘，把钱柜钥匙给我。我跟你说过，老爷出门之前把钥匙交给我保管，我不能给你。你真的不给？不给。你问我多少次，答案都是一样的。只要你对我妹子好一点就行了。少爷，你身边应该有个肯为你卖力的人，你看我哥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，你把他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会考虑的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居然串通孙毅偷我的钥匙。我几次跟你要你都不肯给，我是不得已。我这么做是要保护陈家。从今天开始这串钥匙归我保管。这怎么行？这是老爷出门前交给我保管的。福伯，你说句话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放他手上呢？他是大少爷，这钥匙交给他保管也没什么不对。你就不怕陈家的钱财会被他挥霍掉吗？
你说的什么话？陈家的钱财只有我陈家子孙陈天雄才有资格保管，我会不会挥霍也不关你的事。当然关我的事，我已经嫁进陈家，我就是陈家的一份子，听老爷的话，保护陈家的财产，包括管教你，这都是我的责任。你快把钥匙还给我。哼，我爹识人不明娶了你，还把钥匙交给你，那是他不知道你们母子心存不轨，另有企图。你说什么？爹，你说我们母子心存不轨？你说清楚，你说呀。难怪你会把福伯和文月都找来，显然你对我和君山的怀疑是肯定的。没关系，你说清楚，我们母子有什么心存不轨的？你们两个趁我爹不在的时候，想谋夺陈家的财产。你怎么可以血口喷人？我有没有血口喷人？福波和文月最清楚。文月，你最清楚。君山，天雄少爷，他在你的房间里面找到东西了。